这个是中介传送门。你们知道中介传送门可以破坏掉方块吗？比如说我在这边有没有放上一个草方块，接着呢放上眼睛，这个草方块呢就会被吃掉了。那我就很好奇的，有没有什么方块是能够不被中介门给破坏掉的呢？我马上来试试看啊。来，第一个黑曜石，嘿 ，OK， 黑曜石已经全部被吃掉了。第二个机缘，嘿，哇，也被吃掉了。第三个屏障方块，屏障总不会被吃掉了吧？嘿，哇，等下这是我吃掉吗？好像是吃掉了，太夸张了吧，连屏障都可以吃掉。OK， 没关系，我就不信异体它吃得掉啊。来，嘿 ，OK， 他连异体都吃掉了，没错。我天哪、啊！